现在发生了一点突发状况，刚刚滚龙好像去敲了这个大爷的门，大爷找上门来了。听我，滚龙，滚龙，听我讲两句，听不听杨哥的话？滚龙，村里面，听不听杨哥的话？听杨哥的话就是这样，大家是邻居，然后年龄也大了，你看，大爷年龄也大了，行动也不方便，你以后对大爷尊重一点，好吧？以后不要去敲门，有什么吃的呀，什么关照一下大爷，好吧？如果我看到了改变，以后我这个放宽松一点，好吧？来，走到一起，给大爷道个歉，给大爷道个歉。怎么道歉？道个歉，就是以后我不了，就这样。就是大爷，我刚刚我跟他道歉，你道个歉。来大爷坐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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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一下。大爷，坐一下。坐一下啊，就是我说一下啊，可能你和周国龙是邻居也很长时间了，是吧？很长时间了，是吧？他是那种性格，然后我多说一下他，好吧？大爷不要生气，好吧？不要，等会我马上就跟村里面的那搞定。我以后多说他。我哪天也来等，今天等两三号。我多说一下他，好吧？哎呀，我在屋里没在屋里了，你跟我晚点走了吗？消消气。大爷抽烟吗？抽烟吗？大爷，大爷贵姓啊？我姓廖。姓廖，今年多大了？高寿了？七十多了。七十多了啊。行，我过去说他一下，好吧？我必须让他今天给你道个歉，好吧？说声对不起。道歉不道歉。给必须，我这个。我要等我马上上去。不，我让他过来给你道歉。大爷，你等。就在那个，就在你那个砖房后面。你等我两分钟，我让他过来给你道歉，好吧？滚龙。小事情。大爷，对不起。等一下，我站在这里来。周滚龙，态度。周滚龙。鞠个躬，大廖大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讲话。好。好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把那些把那里做好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，大爷。对，下次就去告他，好吧？这一次就这一次就原谅他，好吧？好，这一次就原谅他，没有下次了，周国龙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